哎呀妈呀，这又尿的啥呀？眼泪巴叉的，谁又惹你了？妈垫的，谁尿的？多米尿的，你看他知道害怕了，别跟他一样，他小啊。你看这生气了，你出来，妈给洗，马上给洗去，妈给洗，洗完就香了。你看看要干啥？哦，还拿除臭剂给你喷喷是吗？哦，行。它能够快速分解异味，这个我一定要告诉养狗的你们，养狗的家庭难免会遇到狗狗乱拉乱尿，它是通过生物酶把异味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，从而不臭，而不是普通的喷雾，用香味来掩盖。植物配方不怕铁石，直接喷到皮肤上也没有问题。家里有异味的地方，狗狗常睡的窝，每天喷一喷，有了它，相当拥有了除臭剂、除菌剂、空气清新剂。现在还有活动，拍一发三，养狗家庭必备哟。